已经叫完啦，何里生啊！我都已经叫你的指示吼，伫只巷内安尼踅过来，搁踅过去，今仔十点外钟啊呢？你敢能搁较清楚嘞？恁家到底伫倒位啦？对嘞，应该是啊。啊，我袂记啊啦。哎呦，你即摆搁袂记啊啦？叫你讲住址，你搁讲袂出来？啊，恁家倒位吼？即摆要安怎啦？哎，还是你袂认的路呢？我逐摆吼来坐别台车，迄司机拢嘛甲我载到阮家门口，而且搁55块尔嘞。李三，我知啦，拄则毋是讲过啊？我吼就代收55块，而且一定来送到恁家门口，好无？你去看卖嘞啦！这路对无？啊，对啊，到啊！啊，头前一间就是有哦，一间。哈哈哈！哦，头前遐就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确定哈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请好。对啊。没了，走行。一只吼，我来个好。哎呀，剩个啊，没了，没剩了，太剩了哈。来讨价购。啊，对啦。哦，你这少年的吼，实在是袂歹。啊，不过吼，后面也袂认的路吼，要扎一张地图。啊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吼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这相机最大了。阿贵啊，阿你去哪啊？我送我朋友出去啊。哦，啊这欧米嘛，这啥物件？你哪会转来？咱无去做生理啊？我车驶到附近嘴搭，伊来啉一杯茶啊，安尼食。真是海清呐、啊！
海清，啊，唔知什么什么天人超度念你用的物件，啊，现在这种歹纪念物件怎样出来底啊？哎，你后边提我物件，佫无一点仔常识哦。谢人讲这是替往昔人念经时阵穿的，这吼念经拜佛的时阵吼，买当。我就是给你念衰啦。哎，你有够过分嘞！你有袂当我物件创啥？甲你这吼丑陋甲无常识的人生活，实在是有够忝啦！哎，你搁叫，你搁哪叫？我买这种歹质量物件伫我厝内底啊！你敢是我，我啥都。你啊！哎，你家己杀毒哟你！是你杀我啦！你讲我杀毒，你，好，你好大，你敢杀我？我才无咧惊你咧，我甲你拼命啦！来啦！哎呦！我唔想做，我拍袂着你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要坐车无啦？不用不用。小林，坐车啦。坐车无？有人要坐车无？黄先生，坐车啦。够恶钱，坐久我唔知要去倒。你个菜篮，还要叫啥货无？我要搞清楚。好，你要来了怎样？阿姨啊，来平清碗啦。好，老实水一罐。好，来来来。嘿，酷诶！来来来，座位遮侪，斗阵来啉几杯啊，讲。唔免啦，我食一碗面就好啦。看来过来招车呢，这酒拎落去，我就走。座位遮侪啊。拎拎就好啦，好，坐车坐车。阿仔，迄啥？啊，公车行迄新台的。啊，既然熟识，就叫过来啉两杯啊嘛。哎，舅仔啊，人坐过来遮侪啊，一群兄弟小等下嘛，拢爱去出车，食饭方地大。啊，同齐来熟识一下，讲，啊，若啉伤侪哦，今日甲休困就好啊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就这哈。阿舅啊，酒吧过来一下哈，舅仔遮侪啦。再过。啊，两个大兄要安怎称呼啊？一个叫阿宝啊，一个叫阿贤啊。哦，大伯兄你好，阿贤你好。来来来，来吧，我先敬你啦吼。多谢多谢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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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怎么样？有钓不？有啊有啊，啊番蛇。嗯，阿英。炒饱未？阿未嘞，阿忙你看钱嘞。唔，我看钱才客气，嗯，生到才漂白嘞，嗯，来来来来。哦，刘老师，那天我答应你，给你当木款。他说讲哦，会当好过较济人的小院，来好奇华人这位师傅要去别院的大院。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啦。是啊，嗯、阿贵，我看你这么有心哦，你一定会做了很好的。我会尽力做。啊，不再麻烦你，我先来走啊。好好好，好，你顺便麻烦你哦。没啦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我先走。我只支持你，这么有意义的事情，以后每个月我啦，现装美丽，我捐100，啊，周安我叫他捐300。嗯，阿秋啊，是怎我爱捐300块？因为你要多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啊，你若捐较济吼，你就输较少啦。你替你家己还佫有份哦，多做功德吼。嗯。诶，安尼算起来，我是特别重要的物。你是无听阿贵在讲哦，为着要让华莲的师傅完成伊去病院的台湾。300万、那3000万拢有人在管呢。啊，你才管300块，算什么重要的人物？哎，话不是安尼讲呢。你无听阿贵讲，募款是木心的工课，对不对，阿贵？嗯，对啊。师傅讲的一点啊拢无唔对啦。上重要就是吼，会当把天下人的善心甲善款全部集合起来，安尼六个愿吼是上大。哎，嗯，啊，我会用的。倒招一个，予大家做伙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代志。哎呦，你大家安尼无眠无日在跋筊，有人相信你唔得奇怪。你看阿无，是安怎大家袂相信我？是安怎我袂当做？除非你把筊改掉啊！你若想要做好代志吼，你就爱先做人的好模样啊，对无？安尼唔少无趣味的。阿贵啊，我看，嘿嘿，还是你做较好啦。有啦，阿舅啦，无借无借款，麻烦你哦、喔，直接抱我顶头，甲你的资料吼写写。哦，阿舅啊，你写，你写、哦，我写写。哦，阿贵啊，你已经招这侪人来参加哦、喔。是啊，除了我店面的小姐以外哦、喔，佮大家安尼来来去去的人客足侪啦。因听讲哦、喔，这捐出去的钱是要救助人、帮助人的吼、喔，拢足想要参加啦。安尼真好啊。嘿、欸，阿贵啊，这顶关哦，有人捐10几万，还佫有人捐30万呢。对啊。哦，这社会哦，也是足温暖的。阿秋啊，你哦，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呢。你捐100块哦，上淡算啊。我看你还是每个月捐500块好啊。哦，你这有心哦，啊，我当然好啊。多谢你哦。多谢我，是安怎要多谢我？啊，这的钱拢是你要出的啊，当然要多谢你啊。阿贵啊，卡叔讲哦，我若是有招到人哦，我就甲你讲哦，你来收哦，功德款。安怎？你来看我是安怎啦？阿舅啊，若是别人讲吼，阮会信；我做你哦，阮绝对无咧相信。等一下，讲清楚哦，是安怎我讲话，恁无要相信啦。阿舅，劝人为善，做善事，哪有人像你安尼啦？我是安怎啦？你开条件较适合啦。来，等下，恁安尼侮辱我的人格，哦，无要看袂起我。我甲恁讲哦，我一定做会到，我会改掉，而且分嘛要改。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若是你真正改哦，叫阮做狗哦，我往两声都嘛甘愿啦。莫搁笑啦！恁安尼看袂起我，恁甲我记，你
无要甲你讲啊啦。阿姐生气啊，就生气。阿舅啊，阿舅爸是安怎？算一个啊。我改叫啊，要算恁家己算啦。我来算好。好啦。好来，阿姐，阿姐。改叫就袂当看，而且我是拄只改叫，唔是即马改叫啊！刘姐，刘姐，刘姐，委屈我啦！我连讲哦，叫做互恁看，改叫互恁看。讲啥？土动的啦！来啦来啦，我就来啦，紧啦！只要你有做庄，好，你要炒无？我炒你只，我炒只，来来来来来，好。我先啊。来，你开门。你无问对啦，阿贵，我已经拢算过啊。你即届吼，拢总募到25,350 块，对，辛苦你啊。袂啦，我一点仔拢袂感觉辛苦，会当甲遮尼侪人的爱心结合起来，我感觉真快乐。这就是施比受有福，帮助人的快乐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我煞袂记哩甲你讲，过过两天吼，师傅会甲高雄啦。啊，你有想要去无？当然嘛想啊。到时阵哦，你莫袂记我哦。到时阵哦，我一定会带你去啦。好，爱记哦。饮茶啦，你饮茶。多谢。这你也烧好。好。先生，先生，嗯，什么代志啊？我要爱河呢，你有要走无？爱河啊？嘿。啊对了，先生，嗯，啊，今麦几点啊？十点半。十点半？嗯。歹势嘞，啊，十点半我收工啊，我赶紧去交车啦。嗯。你去查牌台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养了安尼，真笑。我拄只吼，伫车顶睏起啊，啊只是租车赚的钱吼，落来车行做租金啊，明仔载搁摕1,000块给我。哎，我伫甲你讲话，你是听着无？林金贵啊！你莫在遐假睏哦！我伫甲你讲话，啥都袂应我。林金贵，林金贵，你莫甲我懵啦！莫甲我懵啦！
我无想要甲你讲话啦。好啊，你若钱给我，我就卖插你啊。你看你啦，你即马是啥物款啦？规身躯的薰酒味，还佫槟榔味啦！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你呢。你哦，你根本就是流氓，根本就是俗啦你啊！你甲人坐车毋去做生理，佫早开钱佫去啉烧酒，倒伫个车顶睏，你佫迄个民主党来甲我提钱哦？梁帅吼，拜托你，后面抓较紧嘞，听我足忝。安尼讲啦。迄生活实在足忝的咧，你敢毋知我肝无好是？迄拢是你啦，无爱互我买车，辛辛苦苦走车赚的钱哦，拢车行赚去啊。哦，你嘛知影你肝无好，肝无好是安怎？逐天走去啉烧酒咧？哈？我看你吼，毋但是肝无好啦，连你的心也无好啦，才逐天想尽办法来甲我糟蹋的。我是安怎这么歹命，这么衰啊，嫁予你这种查甫人？吼、哦，这倒是上大个笑亏嘞！哎，到底向你洗温哦，阁唔知影嘞。参照你这种恶妇哦，我娶你哦，这是我上大个错误啦。安怎？那恁现在唔跟我离婚嘞？你跟我娶是啥物意思？哈？你若是把伊领给我吼，我就随走啦。怎？建国，你给我倒讲一遍离婚的代志，试看卖。安怎？我就是要讲啦，安怎？你是不是看我真够趁钱啊？所以当初哦，想尽办法把我骗到手啦。你这个哦，你真唔顶人，什么拢爱靠报纸的查甫人，一世人拢袂有出头，你袂有出头，你袂有出头。你真正愈来愈唔是款哦，什么款歹听话讲讲有出嘴啊？安讲，别骗我。安娜，你讲要去甲动手也是？好啊，来啊，我哦随时准备甲你拼命啦，安娜。林金贵啊，你认真的吼？认真的啦。啊？你认真的吼？嗯？你慢点，你这里真啊足痛啦，你放手啦。哦。凭你这种三脚猫的气力，要甲我比啊？等你后世人变成查某人才讲。你走。好。给我等，你别会记，你较细腻。我趁你睏去的时阵哦，看我安怎对付你啦。还佫哦，你想我莫倒来食饭啦，无食到甚物时阵吼，我囥毒药，甲你毒死啦！我甲你讲。哎呦，呾威胁无？我足惊的呢，佮伊要陪侬起来安尼。莫讲我无予你机会啦，我即马就要睏啦，看你要安怎对付我。来、啊，臭米，你要来啊？你规身躯哦，搁臭搁垃圾啦！我无想要看到你啦，垃圾鬼！等一下啦，唔通袂记吼，我明仔载1000块吼。Good night。要跟我离婚无要紧啦，反正我今麦已经找到新的方向啊。只要等华联迄位师傅若来，我都要跟伊行。我要离开这，我永远都唔爱回来。我无想要继续跟你过这种的日子，
这种日子不是我要爱的，不是我爱的生活啦。阿姊，你真正要去对那个师傅哦？是啊，假使讲那位师傅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有智慧，愿意收留我，我甘愿放下一切，对伊去化缘。那安尼，伊要安怎？坦白讲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啦。哼，我真是顶世人哦，欠迄个手握拳的啦。你无听人讲过哦，阿宝本来就是顶世人受欠债啦。我甲伊哦，拢是恶的负债啦。阿唔讲无要紧，我即马哦找到新的方向啊。为即马开始，我甘愿出钱出力去帮助别人。我要善的负债，等你若是记着师傅的时阵哦，我要甲师傅讲，讲我心内偌艰苦，有偌可怜的。对了，一个哦，唔知影拍拼红尘，牺牲这尔啊多，师傅哦，一定要足同情我。贵，哎，刘老师，你来啊！快进来。小妹啊，我要来听哦。再见，再见。我讲，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倒完。哎，先生啊，我今日麻烦你啊。阿伯要等完之前哦，你较早讲啦，安尼足危险的，你知无？歹势啊，麻烦你看头前，你安尼歪头过来甲我讲话，足危险的。哎，你这人要开车无？你看，我要把你弄害去啊啦！哎，是你甲我弄到的呢，你搁这歹，你受讲道理啊无？什么啊？哎哎！我这大路了，你这小巷嘞，你车驶出来要看一下哦。好啊，无咱叫警察来，咱来警察局再去讲啊。叫警察啊，不然就你唔对嘛你啊。两位莫搁这样好吧，我伫赶时间呢。哎，你搁讲嘞？哎，这代志你嘛你摸出来，我即马吼要甲伊警察局来相处啦，看谁对，还是唔对啦？你来替我作证啦。哎，袂用袂用，我即马有急事啊。啊，你有急事了不起哦？我一定要有人替我作证啦。为你要生囝啦？文强，我某真正生得囝。现在在病金这些像影无影才拄好真正真正哎，现在要安怎啦？人无要生囝，啊，这偏僻，你要叫卖车嘞？要安怎？真简单啊！你赔我钱，我就走啊！你这人咧，真无同情心嘛！这真正是你唔对呢。那这个警察局哦，一定你输的啦，我来讲哦。好啊，叫警察来啊！看是你对，我对啊！文强，你别搁这样，我真正咧赶时间，拜托拜托啦！好啦，人你赶时间啦，算我衰啦。那唔真个，这五百给你啦。哎，我这收你起来上满1500块，啊，你提这我哪有够啦？你这1500块？嗯，啊，无咱来往过啊。啊好啦，无够吼，你到中正了吼，新万美美法院哦，全部提啦，我叫邱国权啦。哎，我哪知你有咧假骗啊无？啊，你嘛笑开个哎。我车行甲车号码都记起来哟，记较紧的啦。好啦。你在这里，来这里，来来来。阿贵啊，姐啊，阿贵啊，阿你想哪？姐啊，我拄啊去看到华林那位师傅啊啦。是哦，阿静贤啊哪，行，咱来内底你讲我听。阿舅啊，你搞定。啊，我嘛想要听呢。你变上班哦？
我拄坐水田转来，上什么班啦、啊？阿贵面头前还过一个面子，形象的啦。哼哼，阿娘，今仔日无想要害伊两半，你甲店顾好啦。我去内底听阿贵阿公迄个师傅讲啥，吼，行。好，咁搞好，有重要代志要叫啊！哦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够啊啦，够啊！钱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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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讲向家公的，来来来来，钱来来来来来，向放钱，向放钱。小哥，你讲我听，那耶稣生到啥款？是咪安尼大块啊大块啊，真有福相啊？无呢，我知啊，耶稣甲咱想的吼，完全拢无同款呢，伊吼。实在是有够瘦的啦！我拄仔看到伊的时阵吼，我嘛是有淡薄仔失望呢。啊，不过等我坐落来，听师傅回答一寡徒弟的问题了后，我煞对伊肃然起敬呢。迄师傅讲话声音是遮尔温柔啦，啊，回答问题吼，佫遮尔有智慧啦，佫足简单会当互人了解呢。我当你慢慢啊听，听，哦，我心肝内就足感动，足感动的。我想讲哦，我找着啊啦，我找着救主啊啦。哦，真是的哦。啊，伊是讲啥？啊，轮到我的时阵哦，我就甲师父讲，师父啊，我哦实在是有够艰苦的啦。师父哦。你轻轻甲我安尼看一下，伊讲恁家有几个人啊？我就讲，阮家有三个人啊，阮翁、阮查某囝，还佫有我啦。啊，师傅就安尼，足自信安尼笑讲，恁家有三个人，有亲、有缘，佫有故。啊，阮家哦。有两千外个人呢，无亲无缘，阁无故，啊！你话艰苦，我唔是阁较艰苦咧。啊，刷落来吼，我就甲师父讲，我是要离婚啦。啊，师父安尼，轻轻啊问我讲，你是安怎要离婚呢？我就讲，我袂当原谅阮翁会对我起脚动手，我嘛袂当原谅阮翁哦，唔知影拍拼啦。阿贵啊，原来你想要离婚哦？一点点啦。贵啊，你继续，师傅安怎讲？阿师傅哦，都回答我讲，普天之下。无我袂当原谅的人啦。我甲叔讲，你若是会当做到七倍富中的前五富的行为的话，啊，你翁可是真美不偶的话，你就会当离婚啊啦。阿贵啊，什么是七倍富啊？啊，前五富是啥的哦？我无啥会记的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第六富啊，佮有第七富哦。我印象上最深的啦，爱啥？迄就是二富，啊，佮有夺命富。吼，听起来就亲像武功的步数，这两步应该就厉害吼。确实厉害喏，我拄仔听刘师傅咧讲的时阵吼，我家己嘛惊一个呢，因为哦，我已经拢做够啊啦。真厉害，原来你较早就会晓啊。嗯，阿哥吼，师傅讲，卡叔若袂当做到前五富的话吼，你就会做到二富，阿哥夺命富啊啦。嗯，啊，夺命富是啥物意思？你知影无？唔知。迄就是哦，是要太红啦。而且哦，我嘛差一点啊，安尼做安尼。吼，惊死人哦，阿贵啊，你哪会变到安尼啦？我唔知影你阿母关系已经到这款地步啊哦！阿贵啊，你搁想看卖头前五夫是啥物啊？嗯，头前五夫。
对啦，啊，就是母父、母父、妹父、婢父、知识父、父父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意思就是讲吼，爱我视夫如子，如兄，如主人，爱我弟婿，可不可以以女强人自居？做一个温柔体贴的查甫人啦，爱尽量吼缩小自己，甲家己安塞吼，看做是特别贵宾啦。哦，赞赞赞，这有师傅哦，讲得有够赞啦，真有道理，真有道理呢。阿强啊，你妈教我好好学这个七八副。哎，你有没有听清楚啊？啊，第六副甲第七副，我嘛爱学哦。阿娘喂啊，歹势歹势，我讲唔对啦。二副甲夺命副哦，你千万唔通学，你学头前真误的。你无听阿伯讲，爱甲翁哦当作特别的贵宾看待。哼，你吼、哦、表现了好，就是我的特别贵宾啦。点点，阿贵啊，我感觉吼、哦、这个师傅讲的真有道理呢。对啊，是真有道理啊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我阁有一点不好。安怎讲？因为我感觉吼、哦，师傅应该徛伫我的立场当中话，啊，想做去颠倒哦，阁来教育我，教我要安怎做啦。明仔载师傅搁伫高雄，我明仔载搁想要去见伊。伊叫我来遮收的啦。哎、欸，先生啊，你莫搁吵好无？阮搁要做生意呢，头家娘即马无伫个啦，而且你袂当空口无凭，搁要讨钱就讨钱啦。金花啊，什么代志啊？这位先生讲吼，几乎欠伊一千块的修车费，要来讨钱啦。这位先生，请问阮先生是安怎欠你一千块的修车费的？伊车甲我弄歹啊，我去收你千五块，伊才摕五百块啊，伊讲剩诶叫我来遮找头家娘收啦。伊阁讲伊是苦国款。那恁请问伊薪水虾米款？伊薪水目白乌阁粗。穿一领短裤，拖一双拖啊，性格阁足歹。无毋对啦，这就是伊啦。金花啊，摕一千块予伊。摕起啊。小姐，歹势，贪财。阿舅啊，你安尼戆神啊戆神咧想啥？啊？我是伫咧想，你是啥物符？哦，现学现卖哦哈。阿我你想出来未？我是啥物符？想来想去吼，你甲亲像我阿母同款，所以你是母符。哦，你是嫌我管你想济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即款母安尼甲你管条条，还是你的福气呢？嘿，你根本就唔知迄个真正意思。真正意思是讲，做母父要视夫如子，唔是敢那管翁婿，敢那管囝同款呢？是爱疼惜翁婿，敢那疼惜囡仔同款，就亲像，真像，亲像你疼惜现状甲美丽同款啊。有啊，我真疼因呢，我嘛有甲管教。你无看，伊若无乖的时阵，我拢野棍仔甲拍。哎，我嘛真爱用这款方式来甲你管教，你要试看卖啊无？阿秋啊，我是感觉以你的个性吼，你应该把我当作你的主人同款，
所以哦，你做皮肤上适合。你要较早去睏无？较早睏较有名，我知啦，我去睏啦。阿叔啊，卡叔公，我是讲卡叔公，我改掉，啊你敢袂做到七八户内底前五户？我是讲卡叔公啦。有心要改，你就改啦。讲我要坐卡叔，你会改掉，唔得急。这么快，做恶棍都唔免学，赤白白，无我修炼了，说你变作夺命舞啊！你是搁要坐坐念念啥？我念念我家己啦，我要去睏啊啦。你睏一眠，还快哦，哈、啊！快睡，快睡。小宝宝，快点睡！乖乖，听课呢。愈想愈恐怖，假使若不是这位师傅教我点醒，我真正已经要从恶妇变成要太红赛夺命妇了呢。想讲，这位师父当收留我，我就当放弃这一切，独立这个家庭。啊，不过，伊需要我回来维持这个家庭。面对一个这么粗鲁、阁无讲道理的查甫人，我哪有可能做个母父甲妹父呢？啊，叫我做婢妇，我阁较唔甘愿。归去啦，归去哦，我着做夫妇来试看卖咧。等下伊若是转来哦，我着尽量忍耐。我算个天光才回来。
椒。辣椒。嗯。那就起来了。安怎啦？一早起来做啥啦？辣椒，起来吃早顿啦。哎呀，贵啊！啊，你头壳歹去，还是人对你无爽快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叫你起来吃早顿，什么我头壳歹去，都会无爽快？哦，都是因为你叫我起来吃早顿，嘿，才感觉你怪怪的。你唔知好歹啦！对你这种人好啊，嘛无路用啦。你安尼看我创啥？我伫等你问我话啊。问你话，有啥物通问啊？啊，你袂问我站几点等？嗯啦。我站哦，十二点准时回来啦，等下厝里已经困去。